奥运进入第14天的赛程，各项的竞赛项目包括跳水、还有铁人三项以及沙滩排球，总计将产生23面的金牌。而到底哪一个国家名列金牌榜榜首呢？请看一下由华美银行赞助的奥运金牌榜。2016奥运金牌榜由华美银行赞助提供。